竟然跟我说汪汪是汪汪的情人，可是我听说小梁才是汪汪的大老婆。哈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想一下哦。哎，那都是过去式了啦，这各种缘由啊，我讲个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。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就说来话长，没关系，我长话短说。行吗？好。就是啊，原本汪汪跟小梁在一起，好，他们就去天山度了蜜月，可是就在那边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大吵一架，吵到连天山都差点翻过来了呢。真的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回来啦，这时候花花就趁隙而入，然后把汪汪一把抢了过来。唉，可怜的小梁，后来就只好待在天山上喽。所以从此之后，小梁就自己一个人留在天山上，疯狂的想念汪汪喽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作曲家，然后这么多管闲事，还听到了这一件绯闻，然后还帮他们做了一首曲子呢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小梁陈佩玉所带来的《天山狂想曲》。